讲过他了，我撤退了，对吧？反正党也没给我一分钱，对吧？对，自从我离开组织以后，党没有补助过我一分钱。啊，你原来还那么小气啊？我当然是说，我二十一级干部啊，啊，二十一级国产党干部我也当过，有什么了不起？OK， 我还在去努力。他还当过共产党的兵呢。